这首歌叫牛爬爬爬，那牛爬是芒草的意思，然后爬爬是白色。那这首歌是今年过年我回老家的时候，阿婆跟我说今年开始都会有两只阿九珍，一大一小，然后飞回我们老家的田埂，比中来烟波嘎嘎天球风。然后他说那是我的阿公跟我的阿叔，我的爷爷跟我的叔叔回来看他。那我觉得这个想念这个故事很动人，所以很自然就写了这首歌。其实我就是在做音乐，那只是音乐有很多表达的方式啊形式，然后有些人是可能用纯音乐，然后有些人用他熟悉的语言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创作者他一定得回去审视他自己的根源，然后这是我觉得做创作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去认识自己，然后去诚实的表达自己。那这个过程，我其实就是对我来说是回去处理家这个议题，因为是母语嘛，所以我的客家话哈发是来自我爸爸，我的阿婆，所以也因为要找回这个语言的断层，所以我需要跟他们更多的互动跟理解还有对话。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创作者可以用他最熟悉的方式，然后他们
从小接受的文化，或者是经过非常一大段路走到现在，然后中间也有很多断层，可是我们还是有那个机会回去往回去找自己的根，然后做出跟自己有关联跟自己生活的地方有关系的音乐，我觉得是很珍贵的地方。其实我不会要就是去给大家设定要怎么听，然后反倒是我以前在演出的场合跟大家分享客语歌的时候，我自己会有一点不好意思跟一些想太多的担心，因为例如 我怕大家可能会听到那首歌，他只听到那个是一个他不熟悉的语言，或者是只听到客家话，然后可能就会觉得乡土感很重啊，或者是等等的，就是担心很多啦。但是今年我在分享《永和泡泡》这首歌的时候，我还蛮意外，就是听众的共鸣很强烈。那其实我通常不会替歌曲太多解释，那他们就从音乐里接收到歌的故事跟讯息，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很幸福的事情。民谣，开心的，感谢的，啊，再给我一次，感恩的，还是非常感恩。30万可以干嘛？哦，欸，我还没领到啊，他会了没？其实我以前是很叛逆的小孩，我最讨厌的就是打分数。我希望我可以一直做音乐下去，想要当那个旅游频道或是美食节目的主持人。开心最重要，就去报啊，这样。我希望就是如果大家在生活里都不得不有面对到被评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自己每一个人都是满分这样，如果真的要打一个分数的话。其实就是每首歌都是一个故事，所以这首歌最感动我的部分就是我阿婆很纯粹的心啊，她就是我就是听着我阿婆然后淡淡的跟我说阿九珍的故事，然后教我阿九珍的顺口溜，可是后面有他很深的情感。我觉得我很喜欢的音乐创作者，他们有一件很珍贵的事，然后还有我自己也会想要学习的事，是母语这件事情，它从来不会是音乐的卖点，因为音乐就是音乐本身。那我们选择用什么语言去创作，是会关系到来自我们可能在意的事情，然后我们的视角跟我们想传达的事。我自己不会特定去设限说我要做一张全客语或者是全什么语言的专辑。那当然我会希望我自己在跟客家语然后客家文化上的连结，还有学习更深厚的时候，然后他们自然会呈现出来这样。阿舅怎么个？阿舅是真明道道，无个家无会听说破。过来啊，阿舅子。阿子不见，阿子不见，和我保养人做过这三年，
有大蒜，也无大蒜，会难打扮两蒜。用法拍拍快当爱的心都好，用法拍拍又多想你的世界，看个爱就在迷途途，爱抱公个啊公转来看机，好拜你早上你个有打算呀，嘿无打算，海外打扮两三年。要认真讲，好，非常非常谢谢新的人事物，所有的乐手，然后工作人员，还有我的制作人 Easy 跟我的公司风和日丽唱片行。会不会觉得很官腔？我刚那我如果没得，不是很糗吗？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音乐大奖，有没有讲对啊？